本节目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看喜剧领福利，蔡司影像品悦时光。本节目由 vivo 蔡司联合研发 X70 系列赞助播出。今天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一赛段，我们一共在这个赛段有25个喜剧小队依次上台演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8个节目完成了表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排名情况。排名第一是三毛保卫战，第二位以心不二用，第三名互联网体检，第四名三狗直播间，第五名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有天赋的喜剧演员太多，多么希望他身上真正好的东西被看到。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整整，演员顾宇峰，我们是西城姐弟逐梦亚军组合。我做演员有20年了，到现在应该11、12年吧。我是学默剧到今天已经有10年了。我是非职业演员，腰部演员吗？现在9万的演员，我这就。我想到大一点的喜剧舞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演戏演得开心，演一演自己演的戏，就是希望自己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节目的初衷，当然希望从这儿舞台上能长出金字塔塔尖的演员，但更重要的是，基座里面那些没被看到、埋在土里的，能够长到中间来。别着急，很快会被人发现。我后边要拍戏的话，要喜剧的话，我能够很放心的用他们俩。哦，我觉得真的不错。你们会被更多的人看到，是金子永远会发光。熬夜苦头失恋发狂，生活很悲伤，爸爸妈妈唠唠叨叨，一人老大不小，老板同事经典着你，让人无法呼吸，后退一步做好准备，用大笑来反击，人生已经无相关，明天烦恼还会来，还要被他打败吗？消灭烦恼，拥抱开心吧。你看人家每一个队都有一个名字，咱们五个是不是也可以起个名字？黄鱼蒸蛋，黄鱼蒸蛋。我呢？我呢？哎，不是，我呢？来，我们说一下今天的赛制。今天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第一赛段，初舞台排位赛。25个喜剧小队会依次上台进行演出，在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喜欢这个作品，就可以随时为他们投票。现场的投票观众是80位坐在2层的观众朋友，其中包括7位陪伴我们创台的老师，还有5位组委会成员。我们所有人每人拥有100分，不搞特殊，一投就是100分，总分是8500分。最后排名靠前的喜剧小队将会晋级到下一赛段。如果哈，一个喜剧小队得到了全部5位组委会成员的投票，他们就无需等待，直接晋级了。这个赛段一共只有12个晋级名额，各个喜剧小队们，大家冲呀！来，感谢我们赞助商，
家装无难事，只要有京东。感谢热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用 vivo X70 系列拍照，比看见更真实，让大笑更鲜活。感谢 vivo 联合赞助播出。 vivo 的 X70 Pro 加这次和蔡司联合研发的镜头系统，能让所有的东西拍起来更加动人真实并且好看。奥特能特给力，让你笑得更大力。感谢让电动车生来就强得不得了的通用奥特能电动车平台行业赞助播出。有机营养管够，快乐一滴不漏。感谢连续7年有机奶粉销量遥遥领先的雅培精致行业赞助播出。来，今天的第一支喜剧小队，请试音。喂喂喂，你好吗？预备走。大家好，我们是西城姐弟。你们组合的特点是什么？就在笑。对。这一趴主要是姐姐，她是我们开心麻花这个舞台剧女一号。第一部演上女主角的戏是什么？乌龙山伯爵。对，是玛丽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夏洛特烦恼啊都会有参与。这是我们去年的女劳模演出场次最多的女演员。我演的是2018年年底大戏，嗯，然后是演的一个尸体。尸体是一个主要角色。对，嗯。我们西城姐弟的风格呢，就快乐就好了，快乐，开心。快乐不是一种风格，快乐是一种本能。哦。所以说我们马上上台表演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哎，弹幕多打 call。刚有蚊子，他也很喜欢我们的作品。但是希望你可以来现场看，不要再趴在我的腿上。是的，是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欧耶，欧耶。来，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今天的第一支喜剧小队带来的作品是《戏精导航》。好的，老板，我7点半之前肯定到，您放心。嗨，贝贝，我在呢。导航到公司。好的，出发，全程8.6公里，预计到达时间7:28。系统已为您自动更新3款语音包，请选择。啊，随便都行。好的，已为您选择包租婆语音包。还有包租婆语音包？臭小子，看路啊！吓死我！哎，但是好像哦。前方有违章拍照，再不减速我烧你铺子。哎，你这语音包说话好拽哦。滴滴滴滴你个头啊，前方学校，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骂你。我帅吗？看路啊，找死啊。哎，你这么一会儿骂我3回了啊。我在公司挨老板骂，在车里还得挨你骂呀。嗨，贝贝，我在呢。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温柔一点的语音包吗？好的，已为您更换语音包。哎，贝贝，怎么走啊？怎么走啊，贝贝？你这泼猴！让本座替你保驾护航。观音菩萨，菩萨呀，快给我指条明路吧。本座已为你指了一条最绕的路线。啊？为什么要最绕的路线？人生在世，本该多灾多难。本座已为你凑齐9981盏红绿灯。我又不是去取经，你就告诉我怎么走最近就行了。前方下高架。好的。哎，我不在高架上啊。下高架。你没看到吗？我不在高架上。那就上高架。好的，我上来了，然后怎么走啊？
下高价。那我上来干什么？上来下高价。我刚上来你就让我下去啊？你不上高价，谁上高价？上高价，此乃你的福报也。前世的500次回眸。哎，停！上高价，上高价，烦死了！嗨，拜拜。我在呢。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正常一点的语音包吗？好的，已为您更换语音包。你在干什么？我在载入语音包。啊，紫薇呀、啊！就没有别的角色吗？你看我的镯子好看吗？20块呢。还是紫薇吧。前方路段好拥挤哦。来不及了。你开那么快，是要赶着见晴儿吗？晴儿。就是那个老佛爷身边的大红人啊！你们不是还一起看星星、看月亮？我什么时候陪他看过星星？我不听，我不听！哎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我给你导航解释个屁呀、啊！我明天彩霞送客，送什么客？这我的车。又怎么了？我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在隧道啊，紫薇。二康，你点车灯了吗？我点了。为什么不多点几盏呢？就2盏灯啊。为什么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我看不见日柱，看不见皇阿玛，看不见我们的悠悠谷啊。二康，哎呦。还跟哎呀说来，对啊对啊，哎呀，我就爱看这种。谢谢大家的鼓励。不是这语音包也跳戏吗？我好害怕，二哥。别怕，紫薇。我们马上就要出隧道了。我看见了。哎，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啊？哇，好美的夕阳哦。我走不走福路啊？好美的电子眼哦。我左拐右拐呀、啊。观音大师，宝珠婆婆，我看到了。不是你们怎么还聊上了？让你拐，混蛋。哎，我忍你很久了。稍安勿躁，让我们上高架。我的天啊，真太厉害了。这不是刚才他那哎呦，那是感觉是即兴的，真跳戏了，真跳戏。所以说这个演员的能力啊，还真的是啊，很重要啊，真的是啊。来吧，我们有请两位。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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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刚刚就是一个非常抱歉的状态，我也没想到生理上面可以一心二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好的，你先来吧。哎，大家好，我们是西城姐弟，他是姐姐，他是弟弟，他是尹贝西，他是长城，他号称宜宾小蛟龙，他号称鞍山萤火虫。好，就到这儿了。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你发现就到目前为止，他们其实不需要主持，你知道吗？俩人就啊。这两个人里只有一个来自东北，让我很意外。哎呀，你这模仿能力太强了，你知道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呦，真好。谢谢。你是学什么的呀？我是学音乐剧的，其实。哦，有很多舞台剧的经验。是的。那怎么这种小小的失误还是让我们都听到了呢？因为别着麦。啊，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表演的松弛状态，但能够把随时发生的状况融入到表演里边，对对对，这很厉害。而且那小伙子还帮垫了一句。
二康，哎呦，谢谢大家的鼓励。不是这语音包也跳戏吗？对对对，这很棒。我觉得那个失误就值得就那一个100分，就那一个瞬间，你立刻知道这是个真的，你知道吗？以后每次演的时候都哎呀一样。哎，你们有试过在现场，就是比如说笑场，然后停不下来的那个时候吗？有，会有憋不住的时候。笑场是什么状况？对，我们那一次笑场就是，台上的演员，然后下面的观众和侧台的场工，然后就一起笑，大家就都停不下来。对，这个笑场是太可怕了，因为之前谁，宝强特别容易。哇，宝强这个笑场，他就是笑到了忘乎所以，就中间在那就。你知道这个最可怕的是在哪儿？有的时候比如说跟艺兴两个人在那笑的，我就看着天光一点一点下去，今天就拍不了了，你就在旁边，其实你脸已经掉到这儿了，看着他，但是两人一说到那儿，还是会笑。宝强特别会这样，我跟他拍囧途的时候也是经常笑场40分钟，所以工作人员已经过了那个，就已经觉得不好笑了，就不开心了，已经我们俩还在笑。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前途无量，真的是，因为一开始表演就是说叫抓魂儿啊，就一开始其实能模仿的像，首先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啊，然后再往后，我觉得她，我一看这上面其实还有好多呢，蜡笔小新、海绵宝宝、小黄人儿，小黄人儿有什么可模仿的？可以模仿的。可以模仿的。我感觉尹文熙还能模仿更多的人，是吗？啊！别怕，别怕！就是这个桌上，你有谁是你心里面觉得可以？黄渤老师吧？哦，真的！我的天哪！哦，来，麻烦请各位观众跟我一起打起节奏好吗？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呦我的天哪，哎，跳起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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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他把你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了，是哪种精神状态？就是疯疯癫。他这个好，我们平时也就是在生活中喜欢模仿自己身边的人，然后你比如说呢？啊，徐峥吧。好像啊。宝强，宝强什么呀？宝强，宝强啊，宝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再想想孙红雷的，就是孙红雷的那个范儿，孙红雷的范儿那个就太正了，你知道？你不管，就实在学不出他的神韵，反正是到最后一定接触动作是，啪。没有，我们在这儿这个一个节目，人又没来，没给人通告，我也无心冒犯，只是说一下当时的文化现象。这一段呢，咱们不播到，咱剪下来给他寄过去。那我就放开说一下。哎，看看观众分数。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模仿，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人物，请更多的人物给大家表演，谢谢。哎，我觉得他们俩现在已经就是这个已经成了，咱们其实也无所谓了，是吧？不，没有，不是，就针对于这种自满可以减，你们减分的那种没有吗？啊，没有自满，没有自满，予以小小的惩戒啊，这个对，只是不投。现在开始新规则吗，老师？太吓人了，好刺激啊！这个就是易得分数，来吧，我们看一看组委会分数。
哦，谢谢老师。哎，这样变成我的艺德分数了，你知道吗？老师是想让我们戒骄戒躁，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好好好，那我们看一看总分数。总分7800分，谢谢。看一下排名，排名第二，恭喜两位，谢谢老师，再见，拜拜。我觉得喜剧啊，说出大天来还是得喜庆，是，就是俩人一上来，一股没心没肺的那个劲儿，就跃然在这台上就扑出去了那种感觉。对，即将出场的各位老师啊，记住放松极其重要。这崩溃的边缘，再给我多说两句我就哭出来了，太紧张了，太紧张，眨眼，放松不了啊。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私奔吗？没错。那你敢不敢跟我一起跳下去？柔柔 ，You jump, I jump. Jack, you don't let me jump. 哦，我踩着你了。最起码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是有一点点瑕疵的，碰了一下就走了，这不极致啊。如果是成熟的这个演员，他一定会把这些点的节奏的这个处理得更加精准。我刚一睁开眼睛，发现时钟已经指到8点的时候，我也是像你一样，痛苦、悲伤、绝望，像潮水一般向我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通透。这种形式的这个独角戏难度非常高的，你在那个方法上可能还没有摸索到一些正确的感觉。你给他往前追啊，同志！同志，你怎么总踩刹车呀？保持车距，给生命留有余地。在演员表达上，我觉得可能有所欠缺。而且我始终觉得演员是第一要素，第一工具。如果你表达不好的话，会大打折扣。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情况。他们几个特别抠表演，贼抠表演，都是懂表演的，对，太懂了。下一个即将出场的喜剧小队是王浩、史策。加油！前三组演完，观众的分数都不是很高，说实话，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目前只有12个晋级位，所以下一组分数揭晓之后，会产生本赛段第一个淘汰的喜剧小队。因为我们不是大爆笑的作品嘛，就是心里其实挺没底的，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表演是有信心的。这个时候就只能调整心态，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就全力以赴把戏演好。哎，我知道选手很紧张，祝你们现在都像通用奥特能一样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来吧，下一个作品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乘客已上车。哎，你好，尾号5213是吧？是。去万达公寓是吧？不是。那你去哪儿啊？开。往哪儿开啊？往城市边缘开。去燕郊啊？把车窗都给我摇下来。要用速度快一点，痛快吗？我热啊，不好意思。那系好安全带，咱们走了啊。走吧。哎。走吧。哎，我尽量快啊。走吧。哎呀，你别催了，有点堵。人生难免经历痛苦挣扎。你唱歌呢？走吧。哎，行了，别唱了。你怎么回事啊你？爱我的人不爱我了，我分手了，他走了，走吧。哎，行，我听明白了，失恋了是吧？别唱了，咱听个歌吧啊。哦，他不爱我。说
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近日，我市一短发女子为情所困跳楼身亡，她的行为大家有目共睹，甚至惊动了重案六组。冲动、愚昧、多无知啊！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失恋太冲动了啊，一下接受不了，然后就去世了。死了。他87了，他是自然死的，但他确实网恋了，让人拉黑，受不了了。哎呦，那老头！不行，好了，我不想再知道这个老年人的故事了。我他妈劝你呢，我真是。哎，你这往哪儿走？你给我绕路呢？啊，没有，咱们要去接另外一个乘客。什么叫你去接另外一个乘客？你是拼车呀？我是拼车，可是我每次拼车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车上的。你拼的是摩托车吧？那我打车，我自己一个人坐车上，我错了吗？你想自己坐车，你就打专车，你拼什么车呀？拼车便宜呀。废话，便宜是因为有人跟你共同分担费用啊。不，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啊？怎么了？我一个人已经坐在你的车上了，你还非要让另外一个人也上车是吗？那我是什么？你是拼车呀。哎，你干嘛呢？我开车呢。你怎么这么强势啊？你这样哪个男人敢靠近你啊？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在经历是不是你电话也接电话呀？时间累积。喂，什么？他搬进来了是吧？好，我不会搬出去。哎，以后我们三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吧，我们就是吉祥三宝了。阿妈、妈、撒撒都不理我，我他妈你怂了几个啊？几姑啊？这个咿呀！我强势吗？你不是强势，你是勇于尝试。这小伙子不错，演的挺好。他是内蒙人呐。我是内蒙人。怪不得呼麦呼的那么好。再见。干什么？我跳车。哎，你干嘛呀？多大点事儿，你至于吗？我曾经爱过一个那样的男人，他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对他保留我所有的单纯，我还为他关上我所有的门。你先关上我副驾驶的门。你不至于啊，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个失恋你把生命都放弃了呀。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再接吧。喂喂喂，说话。你是谁呀？宋木子呢？木木洗澡呢。我跟你说，你抓紧把你这破烂从我这搬走，听见没？走吧。也是好事儿，起码你确实是他眼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车辆已到达。别哭了，那个人马上就上车了。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一会儿那个拼车的看起来多不好啊，你别哭。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都打拼车吗？因为便宜。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回家。但是他从来没送过我回家。你得理解他，他也需要别人送他回家呀。哎，你别。哎呀，行了。哎呀，行了。您已取消拼单。今天我送你回家。啊，对了，你去哪儿啊？去内蒙。下车。来，给你留一个你自己感想的空间。确实很棒，演得好，演得好，演得好啊，演得好，表现得好，欢迎两位。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浩。Hello， 大家好，我叫史策。我们的组合叫浩史成双。对，稍微有点埋汰。我们开始下一话题，来，这个，你说这个是不是个爆笑？没有，看完了以后，它会让你的情绪波澜很大，几乎是可以达到一个略夸张的生活化的喜剧表演。这个我觉得就。特别不想用那个高级那两个字儿，但是它给你带来的就是还挺舒服的啊。比如说我后边要拍戏的话，要喜剧的话，我能够很放心的用他们俩。哦，对。我看到你们想做生活流的喜剧，你们认为的生活流的喜剧是什么样的？就是讲一些生活的小事儿，这其实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脑洞不行。对对对对，对我们那个没有想象力，老师。哦。我俩天天就会想那些个琐碎的小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啊，你们要这个要保持住，其实都不一定要需要什么太多的包袱，所以我觉得生活逻辑的准确是基础，你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观众看完之后瞬间理解，所以开始我们就信了。你别说，我看完之后我还真挺喜欢。嗯，所以你们是有很多这个演这个舞台剧的经验吗？我是一直在演舞台剧啊。我是毕了业之后一直在演舞台剧，然后这几年开始拍戏。对对对，石老师是我们组的票房女王。啊，你瞧瞧，呵。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对，这哇，这个要不说人家塑造能力。挺精致的一个姑娘，你这现在这么一看是有喜感的。她演的是李焕英。打不了，秋收就这几天，我真走不开。这都是我努力完以后的结果。尽力了。我们家人在电影院里看我，那都是寻找。我爸就说，真的是找不到你。那王浩呢？我的人生最高顶点就是主演了。我想登上大一点的我喜剧舞台去演，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那你演过什么？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都是最好的时候，我一直坚信是金子永远会发光啊、嗯、但是你要争取多的机会让大家看到，比如说你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举动。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配角来说，当然他有可能最容易被剪掉，但是配角的身上的压力也最小，他可以完全放轻松的去做喜剧部分，你们会被更多的人看到，我相信会的。我觉得其实很多戏里面对配角的要求是很高的，想演好很高。于老师，你演了多少年配角？我演了大概有5年。不，我只是觉得史策是可以演一号的，可以演女一号的。别着急，你只要把你的专业
弄好了，你有自己的特点，我跟你说很快会被人发现的，真的。来，老师，我对不起老师，我很少这么那个变态，就是激动激动，变态就是变化了一个态度，突然的那种，变化了一个状态，对对 对, 对，是这个。其实不是说那个介意演那个配角，特别想演主角，我是因为我一年会接很多个组，但是我中的率就很低，可能是会因为这样然后会有点压力大呀什么的啊。有很多在中层的有实力的演员，因为知名度本身的不够，所以在选择上面面临着一个弱势，但是我觉得未来会改变的，永远是有，只要你有实力的演员一定会出来的。王浩，你演过什么？我演过话剧。不是，我说你在配角生涯里都有什么？我话剧的配角演的就比较少了。我的人生最高顶点就是主演了。我还挺喜欢他那个劲儿。我跟你一样，我喜欢王浩身上的那个坏劲儿。坏劲儿，就是坏劲儿。嗯，他们俩是这个看到现在难得的一对，俩人都是正常人的表演，难得。好，观众记得给他们两个投票。有可能直接进了，表演太狠了。看观众票数。可以可以可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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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分，各位会长请投票。直接给花，看你看，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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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哇！14，哇！他看不见。下一轮再精致一点。好的，下一轮再精致一点。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好，恭喜史策和王浩，那边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为你们星上添花。史策、王浩直接晋级，潘越的迟到将止步于此。我真的哭了，都变态了。我是不是说今天给你拿一个？是说了。很激动，这一期播出去赶紧的，我找我们各种活儿。来活吧，很棒很棒很棒。下一个即将出场的喜剧小队是王子。大家好，我是默剧演员王子。和我看的那个动画片很像，你知道吗？很逗，然后就一直在笑，就很放松，很 relax。这些人里边，有人能称上 artist 的，就是王子了。就是在我看来，这个词其实是评价性格多一点。我从小就被别人说是艺术家。哎呦，距离感，不知道跟人说啥，就不敢接触。就我妈就说我性格怪，行为不正常。你觉得这个红毯环节怎么样？无聊，然后，大家都坐，你为什么不坐呀？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吗？我可以走了吗？我可以走了是吧？我觉得王子啊，就是看起来他可能是不太好接近的一个人，其实不是，他只是更专注于作品而已。他就是把所有时间所有心思都花在这个作品上面，可能其他的事儿他不太那么看重，但是他绝对对作品是百分百认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做作品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专注于就这一件事情。别人我管不了，但我这10分钟我要他好。下面这个即将出现在中央舞台，我们也希望两边的观众啊可以围过来，
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有请下一组演员。大家好，我是默剧演员王子。谢谢，你也好可爱。对，接下来请欣赏《空手道高手》。
心灵灵 ，OK， 锵锵锵锵，行的。喂喂 ，OK， 不机构 ，OK， 起的，OK， 咔咔，咔嚓，咔嚓，咔嚓。
别人都是哈哈哈，他是哇哇哇，我的妈！哎，有请王子。王子不情之请啊，你先把你那个手那个，就最后那个，当啷是吧？就是当啷的、你是怎么瞬间就折下来的？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是能做到，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练的，反正就是对。他手指还长，不行，我手太短了。我就是一只废手。我觉得表现力特别好，那瞬间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空手道的那个日本武士的那个状态，甚至有一些漫画感全部出来了，是吧？觉得王子他是在整个这个默剧的这个领域，他其实表演的非常非常的娴熟。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笑场的那个部分，星星，星星，星星，到这就笑场。为什么每到这儿就笑一下呀、设计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设计引导，就是它又是自发的，但是你很自然，你也不会因为这个跳出来戏。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在台上，但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在台上。他还能玩呢，再玩五分钟，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就更丰富了、什么都能出现。其实我知道，刚才他扔给你枪那一下，扔给你那个炮的时候，其实他等着你出幺蛾子呢。为什么选你呢？但是你又特善良，怕把人陷台上，你就打了一枪不打了。安全第一，毕竟是个比赛，安全第一。哎，你练这个多久了？就是那时候我们是演那种小剧场嘛，那都是带词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做一点大家就是看着新鲜的。然后当时说，哎，我们做一个不说话的剧就好了。然后是从那次是第一次，然后当做完以后就一塌糊涂嘛，然后就开始去研究了。就从那个时间开始算的话，到今天已经有十年了。哦，十年了。哦，十年磨一剑。我一直觉得默剧特别酷，酷在大家不理解你。首先传统的默剧是很酷的，就跟咱们这儿京剧一样，它的一招一式它也是有它的规定的，拿东西必须要怎么拿，然后看东西必须要这么看，就我理解的默剧最原始的就是无实物的那个技巧。用默剧它并不是说我不用语言，其实你要去探索一种新语言。你一般想的时候，先把它画下来，对，然后这个就是，然后就，这是亏，对，亏。然后你看，这是一个定格。我做的并不是传统的默剧，首先我在肢体技巧上面，我加入了一些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口技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一些小丑戏的东西，交互交流的东西。在我概念里，默剧它就有很大的自由，在表演方面，就它不受你的语言，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王子，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就你的气质上跟张亚东有一样的地方。但那个我想半天是什么一样，就是对自己专业的自信。就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往这儿一站，他的那个自信就会贯穿下来。他往这儿一站，就是我想表达的，我一定能让你们感觉到他有那个自信在台上，这个是天赋。来看一下王子的观众票数，6400分。来，组委会分数是。五个进了。呜呼！苍狼狼！恭喜王子，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为你京上添花，恭喜王子直接晋级，谢谢，拜拜。
王子的默剧的这个空手道的表演，是非常细腻和精准的。今天才了解到，其实他从事默剧这个已经做了10年了。所以我想任何一个好的演出，他一定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磨合，他才能够达到一种娴熟和一种自如啊。很遗憾，杜康、沈池被淘汰，谢谢你们来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下一组即将出场的喜剧小队是张娜娜、朱毅。我做喜剧演员，做作品，有一个很强大的动力，就是想跟更多人交朋友，给大家带去能量。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作品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温暖和治愈。下一个作品是好闺蜜。你好，你好，是娜娜，你是朱毅，对，哇，你比照片上还要好看哎，你也比照片，坐吧，好，真是不好意思哈，我来晚了，是啊，你这第一次见就，啊，什么？没什么，我今天还带了闺蜜来，你不介意吧？啊，我以为就咱们两个人呢。嗯，那三个人也行。他来了吗？来了。啊，人呢？是，在这儿。这就是我闺蜜冰冰。啊，这就是你的闺蜜啊。对。哇哦，真的好可爱呀。看什么看？第一次约会就知道不要脸。要不你解释解释给冰冰。是该解释解释哈、啊、我本来我是算准了时间的，然后我打车就发现特别的堵，我就赶紧换地铁，换完地铁上了又扫不到共享单车，我就一路小跑过来的啊，真是太抱歉了。哎呀没关系，晚高峰嘛、是真的堵。你可闭嘴吧，那你不知道早点出门。冰冰脾气不太好。还行。这样吧，我请你们俩吃好吃的啊。服务员。两位晚上好，看下菜单。谢谢。你看看吧，想吃什么我都行，你点吧。行，那我来点哈。谁点？你点。先生，本店办理会员卡充值可以得积分，您出3000还是5000？我5000是吧？好的，5000现在有赠品，您要果盘还是红酒？其实这果盘是吧？好的，您手机号。13936398。2份牛排7分收，不要办卡，不要赠品，还跟我这玩套路，哼，听冰冰的吧。行。好的，2份牛排，不要套路，真行。垃圾。你笑什么？我发现你还挺实在的，让你办卡你就办卡。是我就是不太会拒绝别人，多亏了你啊，要不然这就是我这周办的第21张卡了，谢谢啊。我也不会拒绝，都是冰冰帮我的。那谢谢冰冰。咦，客气啥？说话呀！娜娜，你是什么星座？我是双鱼，你呢？啊，巧了，我也是双，我是双子啊，双子。双鱼座你渣男，双子都渣男。不是，星座也不一定准吧？星座可准了，娜娜，你
你上次被那个渣男骗，你可别忘了，你是渣男吗？我真的不是渣男，我对待感情特别的认真的，就是 我打针我都只找男护士，我真不是。不是就好。啊，咱也别聊星座了，娜娜，一会儿吃完饭你想玩点什么？我陪你去啊。太晚了吧？啊，是有点晚哈。哎呀，真是急死个人！你倒是整点项目呀。对呀，啊，项目，咱们看电影。可以呀。好。恐怖片。没问题。那看完电影，我送你回家。送我回家？啊。那你再送上楼。好啊，你再送进门，没问题。再洗个澡啊，那然后你就这样，啊，这样洗澡，这样，你还真是个渣男。哎，我看你脑子里装的什么脏东西。不是，我看娜娜，你听我解释，我没有那么傻。不好意思，我去一下卫生间。哦，好。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过呀？感觉朱一人傻傻的，还挺可爱的，是吧？还行吧。他不会是跑了吧？像其他男生一样，也不知道买单了没有。娜娜，你没走？我走什么？我就是在卫生间碰到个兄弟。兄？刚才是谁呀？给我兄弟干的一愣一愣的。你谁呀？我是谁？我是刚子。哎，你想干啥？不干哈，稀罕你。我哎，头回见面啊。头回见面咋的了？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就不孤单呐。我哎，你别来这套啊！老哪套了？你就离远点。老妹儿，你别叭叭了，好不好？你干什么？你再叭叭，我今天你怎么？我今天我就哇。刚刚那一下是什么？是娃娃亲。好烂的梗。不是我这你这老妹儿啊。啊。处对象不？来吧，跟哥走吧。啊，你别别，你放心，你放心哈。刚子是个好男人。是是是。就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吧。行。咱俩也可以单独相处了。我还有个朋友啊，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人特别好，他就是他叫朱毅。朱毅。朱毅想做你的好朋友，可以吗？可以。那，你以后有什么想法，都直接跟我说，好吗？好。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啊，你这个脸就是正宗猪腰子脸吧？好。哇，好浪漫啊！不管你有多奇怪，你都会得到爱你的人的。
让我们有请两位。大家好，大家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娜娜，我是非职业演员。大家好，我是朱毅，我们是娜娜和朱毅。我也是个非职业演员。怎么还有这样介绍自己的？前面看到别的老师都是介绍，就是有一个定语嘛，我们这也是事实，就是非专业演员。非专业，非专业。对对对。可娜娜明明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对，是我是文学系的。编剧，那相当厉害的。编剧也是你。娜娜那是我的点子，我主编的，然后我们会有共创的，帮我们一块完成的，还有另外的两个编剧老师。这个作品的点子是怎么来的？我遇到朱毅之后，我们俩去演这个本子，再去帮他丰富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俩其实身上都有一点点这种讨好型人格，然后觉得还蛮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来有需要的时候冲在你前面。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外在上看有点人格分裂那种感觉，但其实它就是人的那个一体的那个东西。特别是后来男生其实也找了一个，对对对，就是男生也有一个他自己可以帮他讲真话的那个。是。而且我发现这个朱毅很有意思，朱毅的这个形象其实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这个形象，很讨喜，而且很有特点，长得很喜剧。对对对，很喜剧。朱毅就是他一旦不戴眼镜或者不去刻意的克制的话，他就会容易显得有点卑鄙。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娜娜，那个卑鄙是你的形容词，我用的是猥琐，是吧？我是刻意选择了一下才用的卑鄙。猥琐，猥琐应该不会被屏蔽掉。好吧，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你像什么？不是，这就是他的形象和这两个字儿呢。它不能同时存在，所以要么就这个字儿保留了，把你的脸屏蔽了，你选一个。我还要脸吗？我要脸吗？我跟您说，这个作品最大的价值，我觉得在编剧层面，就是说你是这个点子太棒了，他关注了其实好多现实问题，就是刚刚这个娜娜说的这个讨好型人格呀。其实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自我，那个自我无处去表达，通过戏剧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了。而且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其实本身有那个社恐属性，对，他的确是不敢表达自己，但是他有了一个载体以后，他就能说出真话了。有人说啊，喜剧是一面镜子，他这面镜子主要是为来照自己。你比如像这个戏明显的是看自己，就是你看到娜娜身上的那个二重性，其实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然后你也会看到男生心里面那个着急，以及突然又想出了一个招，他就是 sketch 的那个升级，就是他另外一番又上来了，你想不到他会拿出另外一个玩偶，但是那一番升级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生活当中还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就你会看到你自己身上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喜剧的那面镜子的效应。很多人说喜剧是治愈，是揭穿，对，是心理治疗。它在哪儿？它就在于你坐在剧院里面，或者你坐在家里面拿着手机 iPad 就看一个剧的时候，你能看见自己。你哈哈哈大笑完了以后，那个瞬间突然在他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就那一刻，所有的喜剧就都值得了。好喜剧是有温度的，像 Friends 或者是摩登家庭、家有儿女这种，它可以陪伴一代人成长。就是看我爱我家，我会觉得家庭如果是那样的氛围，会很快乐。我小时候看那个《生活大爆炸》的时候，就是那种友情的那种鼓励，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你，你也有很多坏毛病，但是总有一个朋友是陪着你，他懂你，那个感觉就还挺好的。武林外传我也非常喜欢，所以我现在见到沙溢哥我都是有带着那个滤镜。对对对，你知道吗，情景喜剧里的人物他永远不能成功，就是不光是你自己一直在失败，他们也在失败，就联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让大家看完了之后笑完了还会觉得哎，心头一暖，嗯，他在说我的故事。你不管是下饭、失眠、不开心的时候看，你都会很开心，而且你会觉得你是跟他们一起成长的。我觉得喜欢做喜剧的人就是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阳光的东西吧，我就觉得他们的笑会给我一种能量，让我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来，我们看一看观众分数。
六千六千，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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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